方哥是咱们辉宁的人啊，辉宁的人是我的二徒弟王方哥，也在咱们的辉宁县城，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啊，非常有名。提起王方哥，我想着咱们辉宁的人大概都知道吧，都知道吧。接下来让方哥给大家奉献一段，谢谢。嗯，唱段三娘教子啊，老谢宝。